最近有很多新朋友关注我了，所以说又有一些以前经常被提起的问题又被提起了，比如汉堡为什么不吃蚂蚁和蚊子。那个咱们先来试验一下啊，蚂蚁我家现成的，但是蚊子真没有。你看它正常来讲它指定是不能吃，它连舌头都不伸都不舔，这蚂蚁在它面前咔咔动的。就动画片里那蛤蟆它吃蚊子啥的是很正常的。再一个你像它这大体格子，蚊子蚂蚁它也填不饱肚子，对不对？它这吃东西比较有讲究，蚊子蚂蚁这种低级食物它绝对不带碰的。它一般吃啥呢？鱼、虫子、耗子，变着法喂。耗子长得难看的不吃，毛蓬松的不吃，来你看这大肚子吃的。这个鱼啊，不活蹦乱跳的不吃，太活蹦乱跳的抓不着也不吃。这就是个大爷，还蚊子蚂蚁那种低等食物，你不用合计，它碰它都不带碰的，有追求这蛤蟆。